我们现在在深圳机场国内出发的大家乐这边，然后发现这边有很多餐厅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我们来看看深圳机场到底都有什么好吃的。这有一个大家乐，哦，这有一个卖煎饼的，两颗鸡蛋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美珍香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泰兰的杜小月。前面还有一个什么？哦，还有一个蛇尖尖兰州拉面。这是一个什么？桃园牛肉面。哇，这是什么？饭店卤鹅，这还有一个新鲜清汤牛腩。深圳机场就是一条美食街啊。这边有一个蓝铜地加餐，